没事，艾洛里我娘，刚才你真的是太帅了，简直就是天神下凡。我没有灵力，可惜他地方当年万该是谁家窈窕，金碧三月风起更遥渺。艾洛不错，书中讲的，但但去忘不了。那个你中老师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不敢兴趣。啊，跟着我修炼可是很严苛的，你行吗？开玩笑，我牧尘可是号称北灵境第一铁汉。北灵境第一铁汉，你进步了不少。那是当然，我还有新招数没用呢，只不过今天不想给你看。 没想到居然成功了，这零负阵还是不行，连个姑娘都困不住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小心一点。 放假住我家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下次进来之前能不能先敲个门啊？看你上来干什么？十年前，我幸福免去，但却保护。都怪你，我现在说话更不好了。你这句就说的挺好的呀，再来，照顾好你未来的少主夫人。 少夫人，这无冕道人沉寂向他下了黑名血咒，他的眼睛怕是看不见了。脸都花了，青山，你先回睡觉吧。我困了，你先聊，我先回去了啊。洛璃，你怎么在学烤肉啊？你不是喜欢吃吗？我喜欢吃，那就烤一晚上。